那其实他当初推出第一张迷你专辑的时候，其实是 SM 公司成立13年来第一位出 solo 个人专辑。SJ 的其他团员有吃味吗？其实他们有帮助我很多哦，比如说东海，我在弄我的那个舞蹈的时候，他会过来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你应该做这样会比较好看，这样子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那个。”你真的觉得他改的时候变得比较好看吗？还是其实变得不对？他是故意把你改成原本是很帅，本来是耶啊这样子，然后就他把你改成就是比较帅一点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，很感谢其他的那些成员哦，对，感情很好的。他们现在也是很啊支持我这样子的。经纪人，还是你要下一天。我是谁？看不起我？来，那个芭乐动新闻。Harry 呢？以前好像不是很喜欢上综艺节目，有点不太习惯。那之后自己又有上了一些实境秀啊，要参与很多，像刚刚就是很厉害这样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说自己也出来当做主持人？哦，主持人？对，综艺节目，你玩游戏，自己当主持人。我做主持人，你们就没有我饭吃了。其实我真的很想做主持人，可是我觉得我的语言还没有讲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学好中文我就可以。我觉得以后如果学完以后我想做主持人。如果有电视台想请我，有，我们这边可以先让他试试。这里，帮我们放哪里啊？不会，没关系啊，有个矮矮胖胖的那个会先走。哦，他已经走了，他没有来了，是短短的，短短的，对，短短的已经没有不在了。换这个多好，对不对？换这个不错，不错，好。所以我以后一定会更努力学习语言。希望你赶快来。不错不错，我们这里永远欢迎你，敞开大门。对，谢谢谢谢，我每次回来都很开心。哎，你如果主持的话，你会想要主持？哎，干嘛？我经纪人。你什么时候经纪人？哎，凶一点。你们问，等，所以Henry 如果要主持的话，你要主持哪一个类型的节目？就是娱乐新闻啊，还是这种，还是那种知性的？新闻不行，因为有很多很难的那些玩游戏的节目，还是你想主持什么内容？我们可以设计给你。他们已经想帮你开节目了。如果可以，你可以有那些访问那些女生，女生，女艺人来访问女艺人。那我现在问你主角，我女主角都会，你试试看好不好？你可以现在试试看吗？现在这个女艺人在这边，你试试看访问她。来，请开始。안녕하세요저는태반의최한선怎么有日文在里面呢？放不下去。안녕하세요主持人要继续访问。我是绿绿，第一次来台湾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我要宣传我的专辑叫 Fantastic 哦，你里面有6首歌，有4首是我自己创作的，有一首跟一个女艺人合作叫 Butterfly。主持人，你要问我啊？主持人，主持人不要自己笑成这样子。好，里面我有一首歌有跳舞。你 Butterfly 是叫什么？奶油飞，是叫奶油飞哈？对哦。好了，目前 Henry 就是当歌手，我以后我要多练习，以后还有这个没有 feel 了，现在要有 feel 才行。我真的只能说没有，有时候遇到这种非常麻烦的来宾也是，来宾没有 feel， 刚看起来有点问题。问题是来宾吗？在来宾哦，来宾要30秒，下次你可以。OK，Sorry，好了，没有，不是 Sorry， 不用 Sorry， 来不及了。好了，加油，好，看下一个问题吗？经纪人，来，下一个问题。好，中夫 ，Henry 被韩国的网友就票选是最有好感的外国明星啊。那你自己在韩国，就是身为一个外国人在韩国生活，然后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不适应的时候？其实我刚去韩国的时候最辛苦哦，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讲韩语哦，一点都不会说。然后也没有朋友，也我父母全部都也在加拿大，所以我一个人在韩国有点孤单。然后有。我还记得有几天我一个人在哭，哎呀，然后我一直在练习在公司，可是，再过了几年，这里学了
就是学会那个韩语，嗯，然后学会那个韩国的文化，嗯，我就知道很多东西，然后轻松很多。哦，还有有我们的成员，所以他们都对我很好，然后很照顾我。哦，可是我觉得全部，我觉得全部成功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，一定要很痛苦那一段时间。嗯，如果没有这个痛苦，这个时间，那就我觉得是不能成功。哦，对。那何立现在会因为就是想家，会自己偷偷躲起来哭吗？其实已经我没有回家已经3年多了。好，这么久没回家？对，已经3年。然后这个比较难过的是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所以不会哭就是习惯了。所以，我想跟大家说，一定要对你们的父母好。好哭了。对父母是最好，因为我小时候对我妈妈说，哎，不要做，她叫我多，我不要做，很烦。嗯，对我妈妈这样子。可是现在，因为没有机会看妈妈，没有机会回家，所以就一定要对父母好，把握机会。那我要哭。现在趁这个镜头。对大家讲一些话。不用，因为我上一次有这样子做，然后我妈看到电视，她说你中文怎么那么烂，然后我说妈妈好严格。哦，可是那时候是因为对那个 camera 就会很紧张，所以你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可是她以为我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我这一次就不要讲了。是我妈打电话就好了，我会打给你。 OK， 这个完了以后要 OK。 孝顺的 Harry。 接下来还有记者要提问吗？要问一下，就是那个亨利这次那个新专叫传达人们就是坠入那个爱河，然后提升自己，然后吸引异性的一面。对，这个记者讲得太快了，你看处理一下。没有，其实我也听不太懂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。你可以直接问你的问题。你不知道他是外国来的吗？Sorry， 你没有跟他们讲哦。我没有跟你讲吗？他讲得太快了。你经纪人没跟我说，所以我现在跟你说，就是你如果在追求异性的话，你要怎么吸引他们这样。哦，追求女生，你要你喜欢问了个问题顺便骂我是不是你啊？什么最喜欢的女生？如果有喜欢的女生，对，你的手段是什么？很多啊。什么？例如说，假如说，好，你可是你要看在哪一个国家哦？真的哦？好，假设现在在台湾有一位漂亮的女生出现，开始。台湾，你想象我是漂亮的女生，想象就好了。对不起，现在没有伟才，台面上就只有我一个女的。对不起，好，试试看，开始。哎呦，又不来了。没 feel 就是没 feel。假装这边现在是泰国。萨瓦迪卡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女生最喜欢的是不会讲那个国家的语言。哎呦 ，Henry 讲的头头是道，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真的假的？广告回来 ，Henry 把妹绝招一次大公开。